我说生日啊，生日送我一个卤蛇，生日随便拿。我的名字叫做我是大师，今年18岁，平时的爱好就是在家当一个废人。18年以来，我都是自给自足的。为什么放一个卫生纸？因为我没有女朋友啊，我好想感受一下谈恋爱的滋味。为什么我要单身18年？我好想谈恋爱，有这么好可怜哦。哎，为什么没有音乐啊？现在今天不是周末吗？为什么闹钟会响？哎呀，明明可以睡一个懒觉的。啊，不管了。啊，不对，我想起来了，今天我约了网友吃饭，而且还是第一次见面，得赶紧起来漱洗漱洗，要给对方一个好印象才行。不过漱洗之前先把空调关了吧。出现问题的，这个吗？咦，里面怎么没有电池？我昨晚到底是怎么开空调的？啊，算了，我这个房里有备用电池。好嘞，这个是毛。按一下电池，啊，这是什么？get 车。哎，然后嘞？哦，拖过去，充满能量的遥控器。因为我每个月都会花光 PS1 的记忆卡，小时候的回忆都在里面。自动存档，该去浴室梳洗一下，准备出门啊。这是什么？这个甜点。我有强迫症，每个都想点一下。啊，洗洗洗洗，这里吗？哦，浴室蛮大的，先尿尿。这是什么？尿准是不是？什么啦？好恶哦！刚刚乱撒是怎样？哇！我尿尿了。这什么？我钱包怎么在这？
你这句话超没有说服力的，你丢在这里。可能衣服超臭了，排风口。自己讲自己算，看你真的是哦。脸也洗了，哎，我的那个怎么洗脸啊？请问一下，我那个刮胡刀移这么小的地方，那刮胡刀要这样子，不可以这样哦。往上刷会死人的哦。既干净又帅气。啊，不是可以洗脸吗？好。这个什么？哎，头部零件吸。可以调吗？我的钥匙，充电宝，为什么要到处乱丢？哎，一下淘三个零件啊！还有吗？怎么挡？我先回房间看一下，先不要进主线。卫生纸啊，卫生纸很重要啊。好，看一下没东西了。啊，手机啊，手机也很重要。手机这样没拿啊。好的，不见不散。你看不到啊，看不清楚。你可以看对话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是，我是之前在一个交友网站上面加你，这可以放大吗？好像不行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，我念给大家听好了。好像有点印象了，其实就是看到你发你的照片特别美，所以才加的。谢谢，即使我也不是特别漂亮，我觉得好看就行了。谢谢，请问你现在有男朋友吗？你这样是在泡我的意思吗？通常男生讲这句话，应该女生就不回应了吧？你这样，哈哈，别拆穿的。或者我们可以从朋友开始发展一下，怎么发展？可以的话，不如我请你吃个饭，可以啊？不如明天，海珠区方便吗？好啊，我有一个店可以推荐，有情调咖啡厅，而且东西很好吃。明早11点咖啡厅等吧。好的，不见不散。可是对方都没有回耶，你怎么他都没回，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去啊？哇，会不会被放鸽子啊？什么东西？帅气的自拍。照片就6张。强而有力的右手，单身男子都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右手啊！哎，太猛了。电话，这是什么？他
可以玩游戏哦。什么东西啊？这到底是？这有破关的吗？好恶心哦！什么鸟游戏啊？死没了！快点！You win! 什么鸟游戏啊？有结束吗？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！浪费我时间。好，走。应该没东西了吧？厕所。哎嘿嘿，真的让我找到一个。还有吗？一定在家里。还有两个零件一定是在家里。对，这个吗？剩下一个嘞。一定在家里啊。鞋子。鞋子吗？我觉得一定在家里。没有了吗？没有了吗？先煮完会有什么特殊的效果吗？我来看看。啊，我知道这个最后的零件是要在那个抽卫生纸的啊。然后抽完就有了，谁知道啊？再抽一次，
Get。这两个的一个在这里嘛。一个在洗衣机。好，存档。哎，我当时是怎么按的啊？哎，我已经忘记我怎么按的了。到底我刚刚怎么按的啊？哦，这移过去哦。OK，浪费我时间。然后这个怎么移？什么啦？这个先移吗？哦。这样。对吧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哦，浪费我时间。OK。还要看吗？应该不用看了吧。好，走吧，约会去。哎，按错。呀，我们去约会了，各位，我们要脱离单身了。是，Go Go。话说，我经常跟我见面的网友，就是这位美美小姐啊，实在太正点了，竟然可以跟这么漂亮的女生出来吃饭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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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我是看照片，我都有点很耳刺，真让人激动啊！别笑了，赶紧出门吧，待会就算见到真的呢。哇，天气真好，相信今天一定是美好的一天。好了，虽然离约定的地点不太远，不过步行的话可能要30分钟。我该坐什么交通工具去呢？可以存档吗？30分钟的话，我们坐不要迟到嘛，对不对？还是选什么都没差，公车、地铁，省钱坐公车好了啦，应该会到吧？你好，打扰一下，你好，请问什么事吗？我是一名大三的学生，可否帮我做一个简单的社会调查问卷吗？好吧，反正现在没什么事。真可等去了，我们开始吧。请问是游戏直播主吗？啊，是啊。你直播的时候很中坑吗？很多。你身高多少啊？170、180。啊，大胸部的啊，大胸部啊，是啊，啊是啊，啊多大啊？18啊，有啊，右手啊，右手啊。啊，有车了，赶紧上车！哇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比约定时间早到来了。KY Coffee，看来今天人不算多，而且有不少空的位置，太幸运了。就坐在那张挂画下面吧。我是大师，坐在了挂画下的位置。先生你好，请问需要什么东西吗？我还在等人，待会再点东西吧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有什么问题随时叫我。虽然一切准备就绪，但心情还是有点紧张的。万一对方跟对方真的跟照片完全不一样怎么办？嗨，毕竟现在网络上的照片大多数都是骗人的。如果对方是个丑八怪，那我应该要走还是继续跟对方聊天呢？
假设对方真的其实是这个样子，糟了，我觉得很有可能啊。你好，请问是我是大师吗？啊，我是，请问你是？你好，我是美美。啊，居然不是网片，而且好像比照片还好看呢。你好啊，我是大师，我应该叫大师就好了。哎，没，我刚刚到而已，吃过午饭了没？还没有啊，有什么推荐的吗？他会来，其实我蛮讶异的，因为他最后就没回了。这些东西可真不错了，我平时都很爱到这里吃饭。服务员，你好，请问两位是要点餐吗？是的。这个牛肉肠粉好了。这个功能表怎样？是不是很吸引？给我一杯水就好了。什么叫功能表？菜单吧。你不是还没吃东西吗？怎么要一杯水？我好像想起来我刚刚吃的东西了。啊，你真是健忘的人呢。你喜欢交打吗？你觉得我长得帅吗？你喜欢城市设计吗？这三个问题都不 OK。等等，为什么？是因为那些菜单的菜不好吃，他不喜欢吗？还是他来的本意就是咖啡店是要吃甜点的呢？可以自己编写游戏程式。怎么就不讲话了？牛肉肠粉。哇塞，真的太好吃了！你真的不要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在外面打个电话。老跑，30分钟后，怎么又打电话打这么久？会不会出什么事了？我这边存个档啊，总觉得他应该是走了啦。我们一直等到美美出现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相信美美的，她不会突然丢下我离去的。我会一直等，一直等下去，直到天荒地老，证明我的真心。美美，我等着你回来。Thank you for playing. 什么啦？